珍珠里撒上辣椒盐。嗯，好甜。嗯，好辣。我猜啊，你们那来彩虹芒最少也要两三块钱一斤吧，那也太贵了。看咱们家的彩虹芒，果园直发的，9.9一箱，来给你们保佑。大哥大哥，你吃的是红薯吗？不是，什么眼神啊，咱这是攀枝花的彩虹芒。那这玩意儿贵吗？好吃不好吃啊？非常好吃，纯甜无私的。如果你也喜欢吃，下方小黄车就有。哎，小伙小伙，想要吃这种品质的榴莲，在外面你们买都10多块，快点丢掉了，来我们这边买，高产量啊，咱们这边的榴莲，像这种金黄的品质的榴莲，如果喜欢吃的话，帮忙点个小爱心，来我直播间。再来一个。进来老铁大家好，看一下咱们这个网熟的冬桃品种啊，冬蜜桃，成熟期在10月中下旬啊，含糖量在20%以上，最高可以达到26%啊。软糯香甜，我一天啊都能吃100多个，特别的好吃。关键呀、啊，价格也不贵，像口感呀、啊、特别的甜。像这种柿饼啊，我一天都能吃100多个呢，特别的好吃。如果朋友们喜欢吃的话，一百，没听错。像这样的和田大嫂，弟弟一分钟能吃100多个，主要是它的价格还便宜。很多家人呀、啊，还在超市里买7-8块一斤的雪莲果，真的太甜了。看一下我们这次今天高山雪莲果的采摘现场，又脆又甜。如果你也想吃到正宗的今天高山雪莲果，送我小爱心。这个呀、啊，就是你们在当地买的突尼斯，2到半只呀，从我们这里低价收走。朋友们呀，其实呀，我一点都不差钱，我呀特别的有钱。你看一下我家的杨桃啊，全部都是这种金黄的杨桃。如果你们也喜欢吃啊，今天就送我一个小爱心，我就帮帮你们。下方小黄车呀，我呀一分钱都不打算赚你们的，每一个都可以报资哦。其实呀，我命里不缺钱，但是我知道你们命里缺水果，就是这么好的水果。来，咱家的果冻成熟了，皮薄多汁。存在作假，嘿嘿嘿。其实不是作假啦，这个橙子本来水分就多，你看轻轻一挤水分又加进去了，只是为了方便录视频而已。我也不是什么李天王，这个里面啊全部都是宝贝儿，宝贝儿啊就是松子，在你们当地啊卖到几十块钱一斤。我呀今天想帮帮你们，看一下我们家的松塔里面的籽啊特别的饱满，听说啊你们还在外面吃10几块钱一斤的草莓，那也太贵了吧。你看一下我们露天种植的草莓啊特别的便宜，不相信点开我们下方小黄车看一看。小子咋啦？小子怎么这么红呀？辣椒，真的呀，是我家的车厘子。那能好吃吗？又大又黄，特别甜。那肯定很贵的。啥贵？非常便宜，点个小爱心来我直播间。大姐，听说你家苹果又脆又甜的，给我来点。哇，这么大片，今天要多少啊？我就要你手里那些。
10万一桶，咱家5毛，人家100万粉丝，别说了，咱家有100亩地。哇，大哥大哥，哎，你家里是金丝黄金吗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到我们那里10多块钱一桶呢。10多块呢，我这怎么能买一片地了？你喜欢的话，这种口味啊，清清甜甜的，跟我呀，能泡满满一大杯。这个就是能抗寒零下40度的神奇品种北冰红，当年定植，当年坐果，个个带有花絮啊。我做梦我都没想到啊，这个榴莲呐、啊，在泰国的产地这么便宜，太香甜，太软糯了吧！你们要喜欢吃的话。个大黑。